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今天呢要来玩一款手机游戏哦。各位看到现在这个前面这位萌妹子哦，然后这款游戏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就是突然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画风跟题材还蛮吸引我的哦，就好像它是以这个僵尸末日生存跟少女做结合。然后呢，这一贯的游戏模式目前好像还蛮夯的吧？我看到好像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游戏模式哦，就是你在一个开放式世界里面收集物资，打造自己的房子，然后呢练功啊，练功打装备啊，然后学一些蓝图这样子。这种模式好像现在目前手机游戏还蛮多的。那老头就想说，要不要来试玩一下类似这种游戏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哦，或者是说大家有一些推荐的，我都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老头会去玩看看。我需要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房子，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才刚进来而已，就是要坑钱，收件箱，马卡龙，马卡龙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哦，新手礼包，好哦，31块钱。哦，兽耳，哦，加入联盟才有什么旗子之类的。然后初级地板制作。耶、yeah ！哇，讲日文，看了西马西达，棒哦！制作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做十字稿之类的吧。啊，东西该剪就剪一剪，节目头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推进一下游戏进度，马上就来一支。哇哦！哎呦，哦，直接等级二。哈哈哈！明华哥。点数蓝图三，好哦，有装备可以装啊，哦，那不是装备，是不是看错了？我刚刚以为是有装备可以装，使用解锁蓝图草甸，好不好？怎么用？好了，我们可以先学斧头，做一下斧头好了，林北有武器啊，我已经做了，我要在哪边拿呢？这里。哦，居然，我要怎么切换？他直接装备上去说，哇，如果把他脱下会报应，哎呦呀，大哥，不行，穿一下，害羞害羞，我觉得你还是穿一下好了，真的，儿童不衣，人家不衣啦，换武器，砍，发嘎，三刀流。三刀就解决，是不是？那么等级低的僵尸，拽，滚！武器爆了，我的武器居然爆掉！哇，拿到什么？垂直的蓝图，农场钥匙是任务，是不是？好哦，可以。看得到拿不到啊？他故意把包包做的这么小，是不是？都局限住了。我可以这样学。啊，点数在这里是不是？这跟方舟好像哦。你这是学方舟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也是啊，看你要学什么。这是什么？澡盆、萤火，我还不给你学爆。再來什么？木工台学爆。我还有两点。哇，还可以学什么？哇，清凉背心。哎呀，需要等级五。已哭箱子学。好了。我觉得我先想办法弄一个箱子出来，可是还要那个草啊，那个草到底怎么获得？怎么会有尸体？陌生人对话？一片荒凉中，远处那粉色的影子引人注目。哎呦，居然是粉色的双马尾，这不是僵尸会有的发色，死了吗？至少没有一变金刚危险，还是一探究竟。粉色常盖住了整张脸。让人看不清面容，不过从破损的衣服、划破的丝袜看得出，尽力逃亡。随着你的手抚上身体，对方的身体发出了低沉的呢喃。还活着，要不要救他？这还用说？把他身上的东西全部拿走啊！完了，他不理我好哦，趁热啊，没有啦，就见义勇为，见义勇为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见义勇为。是干嘛？要我挖这个果子给他是吧？好哦，等一下，果子呢？
我们把这个吃。有，给你吃果实。好了，耶、yeah ，解完了。解完了之后干嘛？在草丛中使用攻击动作可以得到草。好哦，啊、在哪里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乖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哦，终于有包包可以做了。奶奶的，耶、yeah ，砍掉。好了，然后呢？制作简陋的绷带，基础包扎。耶、yeah ！然后呢？我们现在包包的空间啊多了一点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。Hello， 捡了莓果给他。你发现他的腋下有一处外伤，腋下让我看。是刀伤哇！腋下有刀伤，感觉很害羞。哇，还发烧，完了，这真的可以撑的？不是啊，我是说，这真的很危险，需要好好的救济一番。我是说真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是那种会趁虚而入、趁热的人吗？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这些我都做过了、啊，新手教学。真的是受不了呢！你这样少女抱了起来，意料之外的亲。啊，奇怪呢！啊，我自己也是女孩子，我在那边坚持住，马上给你换个舒适的地方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我家的床又大又圆又舒服。哦，他直接坐在这啦！你醒了，在你把草铺垫下啊，少女生下的时候，眼睛缓缓睁开。哎、欸，你还好吗？能说话吗？别别别别别！花园沙溪。好哦，嗯，太虚弱无法说话，嗯，好，好，这个嘛，储存箱子，我们要做一个储存箱子是吧？你看这两匹鹿，不是两匹鹿，两只鹿那看很小，你看屁是不是？想被揍，想被打是不是？哎，要做一个储存箱，我劈。bug 有了，前往做一个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我要把我那边家里的东西给拆了吧？我在那边盖了一大堆有的没的、欸，哎，那边可不可以就是你知道了，就是不要了？有没有办法把它拆除？追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可是它好像不会变成材料的样子，而且它还可以靠升级往上。啊，升阶的一个概念，进入建造界面，将箱子拖摆到初级地板。啊，既然他都在这里弄一个家了，有个营地了，我就在这里吧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哎、欸，是的，没有错啦。哎呦，哎呦呀，很可以，很行啊。很可以的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大概就是家具，把这个放在这里，完成 ，nice， 制造萤火，要石头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再剪一下，这一个棒，然后这个，是哪个？这个。为什么不能放？哦，不能放在地那个地上啊！那我是放这里好了，还可以旋转的哦。好，就这样，摆了。狩猎一条鹿，一头鹿，获得鹿肉。好哦，林北原始人就是了啦。肉，给我肉！快点给我肉哦！我要揍人了哦！我靠！我靠！这太扯了！啊！走开！你走开！好、哦，有绳子，卤肉非常可以。样本，那我们的火呢？好，行了，开始了，首次免费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意思是说之后都要计分制是不是？你再坑一点没关系啊。好了。哦，
跟他说话，给你吃我的肉，好吃？惊讶吗？啊，庇护所，真的吗？凡凡泪光，此时像一头小鹿一样惹人骑。啊，你以为你就只能坐在这边？你以为我把你带过来，就只是当在那边吃而已吗？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你吃饱了，就可以嘿嘿嘿了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吃饱了，啊，就开始动工了。生存不是只有你而已，不是，生存不是只有我而已，好不好？你也要帮忙。那我现在干嘛？木头，嘿，砍。哦，对，我还没有学。哪一个？这个？耶！然后就开始要种种子了，是啊。組み立てが完了しました。种子，种子。拉哪里？我靠，这么大一块是这样。好，就是你了。好，有首次免费。我靠！哦，那现在需要时间一个小时，可以做出两个这样子。啊，我做出来嘛，两个，这是南瓜，种出了南瓜。然后呢？制造南瓜派，怎么做？我教一下。哦，他直接把南瓜丢进去就行了。啊，我木头呢？没有木头，自己挖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有木头了，本来没有，现在有了。首次免费南瓜派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边他再过个两分钟，南瓜派就煮出来了，该不会要拿给他吧？我就知道，扳手给我，给锤子算了，镐子给我用一下，我敲了一下钉子，这有些洞洞，给好了，到这里吃晚饭了，哇，开始变好朋友了 ，Tomotaji， 我们是好好的 Tomotaji， 经过了几日的磨合，你和沙西之间越来越熟练了，越来是 越是彼此的形状了，我懂，我懂。开饭啦！哇，为什么我眼睛这么不灵不灵的？看来你心情很好啊！沙西端着处理好的食材走了过来，看到你正一边哼着歌一边烧火，不禁调侃道：“当然啦，有充足的食物，有可以聊天的朋友，家里能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真的。”你的脸上露出了真挚的笑容。呵呵，好，可以结束啊？怎么脸色突然苍白？想起了不好的事情。啊，是一个可怕的船，那就是因为他，我们据点才被毁的。谁啊？人类丧尸是一个。等一下，啊，是一个。等一下，哇，什么东西？丧尸，哦，来了，可恶，精英丧尸，哦，来哦，精英丧尸在哪里？备战制造木剑，好哦。现在我就跟着任务走。我靠，这个要钢斧头。为什么他看起来需要到钢斧头这么的刚硬？他是刚做的树是吧？好，随便做。組み立てが完了しました。哦，防护栏？不是啊，那我已经盖好了。啊，我必须要怎么去盖防护栏这种鬼东西？该不会这个吧？干，还真的呢。好哦，需要大量的木头，要19个。我做就是了。哇，这边小尴尬。这个可以把它移掉吗？嗯，还好可以移。欸，这样子还挺方便的，欸，我觉得這可以拿来做移动，真的挺方便的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啦 ，nice， 哇，我们超屌，来，轰轰，完了，僵尸来了，来了吗？真的来了，别啊，进入了森林。没什么，这样就好了。虽然不明白，但是也没事就好了。哦，就这样结束了啊！说好的僵尸呢？大哥，僵尸呢？
啊，用叙述的方式草草带过僵尸来袭是吧？两片补这里 ，Nice sir， 转个弯 ，Perfect， 呜呼，完成了。将华木放入木工台，其实那应该念桦木吧？桦木，首次免费做了一个木板啊，四分钟做一片，慢慢做吧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在营地里忙活着的时候，却发现沙西正准备一个奇怪的东西发愁，为一个奇怪的东西发愁。哇，什么？僵尸来袭了？不，只是不知道你在干嘛。话说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不认识这个吗？不认识，好吧，我想起来了，一切都是一个人生活。这个叫做无线电台，是所有人居住营地互相通融的地方。只要有了这个，无论是交易或是沟通情报、结盟都不是问题。这个是我在前几天哦，这几天这是我这几天在原来昏倒的地方找到的啊，原来彻底坏掉了。好哦，可以加好友的意思是不是？嘿、hey ，好哦，哇，制造无线电台呢哦，啊，那个这个要怎么做啊？哎、欸，我好像有是不是？我的仓库有啊，哎、欸，果然有哎、欸，那我们就直接剩下的就是木头了吧？那木头很好收集啊 ，OK 啊，木头没什么问题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这个还没挖，我的东西。哇，原来这里面这么多东西啊 ！Oh my god， 啊，这个可以拆了吧？留在那边浪费，不是浪费啦，占位置啊！我一直以为那个只是一个单纯的建筑物营地，你知道吗？就应该可以收刮。好哦 ，Yes， 哎、哦、呦，可以转个弯，耶、yeah ！这可以干嘛？哇，马上可以这样子跟他们联系，是不是？这个我靠，这哪一国人啊？好哦，开了之后可以说话了是吧？跟他说话。这是什么？户型图？怎么说呢？是一种建筑规划，按照这些户型图可以简单的建筑成对应的方式。帐篷不行吗？嗯，呵呵，读了一下眼神，包含各种感情，让你感觉对面一米他一肚子的人吧，光太小。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呵，闭嘴。好，快点。哇，什么户型图？哦，简陋的茅草屋。就是一个样本给你啦，给你参考啦。然后你实际上要怎么盖，其实都没差是的意思吗？好了，好了，算了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哈。我是觉得还不错玩啦，各位应该有玩过了吧？这个游戏，对吧？还可以啦，就有点生存元素，然后又美少女，给你那边看的心花怒放这样子，哦，都可以撑的，不是啊？就是都可以好好的磨蹭一下时间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好了。好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哦。那这个系列的话呢，如果大家回响很大的话，老头可能会继续玩吧。又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推荐的游戏，可以在我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能够是类似这种的，当然是最好，因为其实老头蛮喜欢玩生存类的游戏。哦，就是你也知道嘛，虐待自己，就仿佛绿色地狱般，那款游戏还蛮虐待自己的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或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去我 NoNo Life 按个追随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次有机会这款游戏再继续玩吧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